林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，一辆学生客运专车行经五号之路口时，跟一辆双载机车发生了碰撞。79岁骑士头部受到重创，伤重不治，而乘客则是受伤送医。另外呢，在台中则是有骑士违规闯红灯，差一点撞上待转区的机车跟行人。机车骑士从产业道路骑到路口，转头看了看后就转弯，下一秒被一辆学生客运专车当场猛撞，骑士跟乘客连人带车被撞飞倒地，司机赶快下车打电话报警，其他人听到撞击声也都跑出来关心。人那台大台车有在甲翻，你跳一个跳吗？啊，干你！机车零件解体散落一地，客运挡风玻璃碎成蜘蛛网状。事发现场在国小旁边，是一个没有号志的路口，一路上都是刹车痕迹。79岁的杨姓骑士头部重创，伤重不治，后座女乘客也受伤。160乡道是属于一个一般车道跟慢车道，是一个多车道。另外产业大路只有一个车道，呼吁民众要少线道让多线道先行。这起意外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，还好当时学生专车上是空车，没有载学生。另外在台中有一名骑士闯红灯，差点撞上待转区的机车，不过骑士还不停车继续冲，行人被吓得连忙退后好几步。虽然依法可以开罚闯红灯不礼让行人，但没有拍到车牌，即使骑士违规也无法检举。记者郭正义、潘欣怡，云林台中报道。